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的。今天这款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各位最近应该被各种广告推送的不要不要的吧？厂商真的也是很会把握暑假时间。就让我们看看这款3000人团队耗时5年打造的诚意之作，所谓东方元宇宙的十之约。这款游戏在中国叫做《幻世九歌》，在 Tap 跟 B 站上都是所谓的低评价游戏。开发商是中国的迅龙创威，台湾代理是易亨。但凡是看过这系列的，对这间也不陌生了。而实际背后营运为 eSky Fun， 也是之前影片介绍过的中国厂商之一。而根据开发商的官网公司简介，目前员工仅350余人。我就想问了，另外2000多人去哪了？都是来自特色式的元宇宙是吧？而且影片跟文字的人数还不同，写文案的时候是不是要再对一下？这一次官方宣传还挺聪明的，避免提前被挖出来鞭尸。不过网络是有记忆的，这款游戏其实就是基于某款游戏的翻新改版。我就带各位一步一步来揭开面纱，其中我会用官方的情报图来直接做讲解对比。游戏为经典的放置 MMO， 目前我玩的版本只有4种职业，还有一个隐藏职业齐天大圣。台版上架的版本会再多个九尾跟和尚。3D 建模水准为中上，确实比一般换皮手游好上不少。那我们这边先对比一下官网的资料，第一位剑士，第二位闪女，第三位枪兵，第四位双枪，基本上看到这可以说是一致了吧。可能会有人觉得是巧合，只是刚好穿得很像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有提供还不错的捏脸系统，这点倒不是虚假广告了，脸部能改动的细节都有，看得出来美工制作团队真的很努力在提升游戏的画质水准。这边一样对比一下官网资料，这个捏脸界面基本上都吻合了，可以确定它是同款游戏了。而进到游戏就会让玩家展开一场快乐的放置冒险之旅，极高程度上还原了市面上常见的换皮手游的各项玩法，大部分的时间你都不用管它，就会一路帮你自动通关，方便玩家用这段时间思考拥有双手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我决定利用时间一边写影片脚本，真是一举两得呢。而除了画质提升以外，其他内容跟我介绍过的仙侠换皮游戏不能说是毫无关系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，不断重复着点红点自动完成，点红点自动完成，搭配夸张的快速升级战力系统宠物等。我到删除游戏前还是不知道自己玩了些什么。战斗方面就别强求了，打击感基本不存在，也不需要操作手法，看 AI 自己一顿瞎打就完事了，打不过就只能怪你氪不够。氪金系统方面，看似有个免费领的选项，但点进去就是要你氪金的兑换内容，以及其他福利套餐、首充、月卡、累充等，满满的花钱买数值，超能力即是你的战斗力。我 OK， 你先氪，谢谢你，我的超人。而看到这边，各位会不会觉得很眼熟？好像在哪里看过这款游戏？没错，这游戏就是2020年上架的《九州幻想 M》。台湾代理商为前阵子闹出掏空案跟出垃圾游戏的真好玩，当时某些频道还把这款吹成3A 等级佳作，不知道是不是只要看到画面好就先无脑捧，好像高级垃圾就不是垃圾一样。而那款游戏现今营运如何呢？ FB 跟官网已经放推不理，巴哈讨论区早早就成为荒原，从当时开服到现在只有3页讨论串，还有不少孤独生息文章，而当时吹的人早就默默退坑了。这次厂商可能决定靠广告重上架再来割一波韭菜，台版的戏剧广告就是去年中国新上架的版本，就看这次那些频道要怎么再重新吹一次吧。结论，健忘的韭菜再上当一次，新鲜的韭菜将傻傻入局。真的别笑中国人被当韭菜，其实我们真的也不遑多让，相信再过几天一堆业配影片即将席卷。另外有些人对上支影片的手游营收感到吃惊，我就举例上个月的圣药好了，游戏光双平台6月的累计下载就高达200,000次，只要有一半的人就好，平均氪一次1000元，100,000×1000就有1亿元进账了。我虽然不是数学家，但这听起来很不错吧。再来官方都会找几个拖下去刺激消费，巩固主力客群，或者不断加开新伺服器养股。至于为什么他们会为这类游戏氪金，除了支持代言接触较少受广告影响外，很多人也并不在乎游戏是不是换皮重生的，或者有没有游戏体验，老子就是有钱没地方花，也就是一天的零花钱的事，不痛不痒。也不得不说，台湾人对于换皮垃圾游戏真的是太有包容心跟爱心了。而我单人力量有限，也只是很小的频道，即使努力奉劝再奉劝，还是很难敌过拥有较大话语权跟影响力的大型 YouTuber。 毕竟赚钱才是硬道理，能靠业配一款赚一款，何
何必跟厂商对着干？只能说有缘就一个是一个吧。如果各位希望台湾能少看到这类游戏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要再花钱去支持，你的每一分钱都是协助厂商继续投毒的推手。最后给那些不定时会来我频道送投的韭菜，如果你自己想吃屎或者推荐别人吃屎，就请去找韭菜多的地方，不要吃了嘴臭还嫌别人不懂品尝，请安静的去找苍蝇同伴分享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明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